韩先生。嗨，你好，你好，我是 Rickman。Rickman，OK。我是 Tom。Bucky， 你好，你好。Tom， 啊，就是 Kim Ling。Kim Ling。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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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骑一段很听说蛮恐怖的一段路。其实不是很恐怖，其实很有历史性。以前这条路我们叫做死亡之路。今天你们会骑一段小小的。行程很挑战性，很挑战性，很挑战性，毕竟我交给我的。哦，这样子带我们去啊！会很大挑战的嘛？等一下，努力享受吧。哎，我们还有几个朋友跟我们一起骑 ，Rosely。我对上来看 Deathmatch 的这个认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旅游景点，去吸引很多对历史有兴趣的一些朋友。第一次听到死亡行军这段路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怕的，因为那段路死过很多人呢，会不会很容易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就我会自己想太多。然后呢，这是我们抬脚的时候了，这里开始抬人了，对。这一趟我们就认识到了 Mr. Tom 还有他儿子，他们所 provide 的这个 Death March 这个 trail， 让更多人去认识这条路，可以真正的明白到底整个 Sandaka Death March 是含有什么意义。今天的河不会很深，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过了。哇，它滑很，它的 river 很滑 ，very 滑。虽然这段路已经是被开发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难。会骑这种 off road， 而且这个是全部都是石头路，上山是非常非常辛苦。啊，你的背有痛吗？那我要痛的时候，我挺痛，我去慢车。当我们骑着那条路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在这么大热天里头，骑着那条路都已经非常辛苦了。之前的这些 POWs， 他们走着那条路的时候，那感觉真的是很难去了解的一种感受。想象上当初72年的时候，那些战俘他们真的是破烂，什么都没有，他们这走。我们今天我们有鞋，我们也是有水，我们什么都有了，还是这样辛苦。所以我们要以他们的这一个经历。来提醒现在的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东西不满足？对，要懂得珍惜。好，对。现在突然间下起大雨了。我们骑了之后又开始下大雨。虽然身为一个骑脚车的人，我喜欢在雨中骑脚车，但是我在想，如果它下大雨下得这么大，在这种森林的状况之下又这么冷，怎么办？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啊。这个家那个主人是他名字叫做 Judin， 他的义父给日本军抓嘛，他去挑战了日本军哦，他跟他另外四个朋友进森林，他用那个松饼杀死了大约有100多个日本军。哇，用那个松饼 ？Yes。那英雄还在吗？很可惜的，今年他已经去世了，他就会永远的给纪念咯。He was a hero。现在这个盒子。是他们72年前那些战俘所走过的。Right. Yes. So this is the road that actually all the way from Sandakan going off to Ranau.、Yeah. 他们会经过这条路，然后之后是他们是从河的旁边慢慢的走，然后之后爬上那个Downhill， 然后他们就去到那边 continue 到 Ranau。Yes. 那从这里要去到那边是多远呢？大约是265 km。走265 km。Yes. 对。那我觉得他们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Unnamed heroes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To all you heroes, let's be forgotten!刚刚我第一见到那个石碑的时候，我的心很酸。从2400多位战士，只留下6个人。一个文明的社会，其实以前牺牲很多的英雄，
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不能够就是白白这样子就牺牲，我们现在后代的人都能够经过这个地方，或者是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想一下以前人是如何把他们的性命也贡献出来，所以能够换来现在的这个和平，我们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珍惜。我现在真的明白 what is least we forget. We have what we have today of these unsung, unnamed heroes, and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em. 我这一次来到沙巴，走了这条死亡之路，我真的是更加的去 appreciate, understand, 觉得非常感恩。沙拉根，今天就是你的房间号码。哇，好大的房间啊！然后今天一整天，这几天都在下雨。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冲一个好的凉，冲一个干净的凉。是哎，有热水吗？有。我很喜欢三打根这地方，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望下去，这条街啊，感觉就是小香港嘛。它那店跟店之间如果有很多那个招牌灯的话，它就更像了。我们这一趟来到沙巴，对不对？拍了17天，然后这17天的那个旅程，我们从最 extreme， 在那个森林里头 camping， 然后又爬山，又过河，又骑脚车那些，但是同时你还可以很 relax， 从一个 rooftop restaurant 这样看着下面的那个景， enjoy 那种 luxury of a city， 那种感觉是特别爽。所以我都蛮喜欢这一种的旅行方式，可以很累很累，但是可以突然间就来一个很舒服、很休闲，然后感觉那个身心都特别的舒畅，是好好的享受 recharge， 然后我们再次的冲出去。沙巴还有很多天呢 ，Cheers， 阿拉麦蒂。Hello， 我是 Alin。这里就是每天早上很多人会来买鱼的地方，然后尤其是礼拜天，就是我们最佳的消遣。我现在带你们去看，这地方叫什么名字？这地方叫星星。他太奇怪了，他家乡来的。对了，哎呀，我们去买鱼就对了的，因为我们这样跟你讲什么东西？我在经过哈，有很多条，好像一条条的街这样进来。这里是第八 Q， 就第八，或者是前面会写 Jambatan H，然后就是第八、第七这样子拍下去的。所以来到沙拉根一定要吃海鲜，因为我是西马人，可是我搬过来之后吃了这里的海鲜，回去都不习惯，就觉得沙拉根海鲜特别好吃。JB， 我家乡人啊。我发现到这里的鱼哦，全部是大大条的哎。这个呢不是鳗鱼 ，OK， 这个是好像一种鱼这样的，哦，也不常有，这个也是不常有，也不常有的。渔夫就抓了一些鱼，然后就这个地方就上。对，他们就在这里上那个鱼，然后在那边。你看，当地人还在抓鱼啊。通常他们都是在找啊，在找一个东西叫沙板。这我觉得和我有点怪耶，那感觉，因为呢，现在还很早，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Siapa pagi-pagi makan seafood punya？ 这里很像三大人哦，三大人，因为我们四周啊，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吃海鲜，对，然后还在买鱼，整个那气氛很不一样。如果我问你，沙打根的味道，对，是什么？海的味道。我真的是有闻到一种咸咸的味道。我觉得你闻到的那个咸味不是我的，哦，不是你的，是后面那个咸鱼。哦，好多咸鱼耶！是 ，I'm gonna go and take a look at the 咸鱼。OK， 等一下去找你们。好了 ，OK， 来，肚子饿了，早上快吃。好，走，我们去吃东西。Apa khabar? Baik. Saya Baki. Saya Umar. Bang Umar. Ikan apa ni, bang? Ikan talang. Ikan talang. Botol ni botol apa ni, bang? Itu lada putih.
Lada putih. Supaya cepat kering dia punya perut. Oh,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听到人家做咸鱼是吗？里头是放白胡椒粉。然后这个白胡椒粉呢，其实刚才阿爸跟我讲解的是说，他说放这个白胡椒粉是要给它更快的干。然后这里是著名那个弹弓面，就这里其实弹弓面也有很多家，可是今天我带你去的是，其实它是他自己的住家哎，哦，住家做的，对，而且只有早上才有。然后这里每天早上都很多人的。小老婆，哎，点啊，好唔好？好，好耐冇见，我未见过你喎。嗨，哎，啊。哦，它的水饺是干的，这个就是干捞皮蛋饺，然后那个就是弹弓面，还有客家加炸鱼，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咖喱鱼腐。听到那个弹弓面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因为弹弓 spring 这样，它面会不会这样卷卷的？要没有，没有，它是它就像普通的面这样，可是那个口感就很有弹性，所以就叫做弹弓面。试一下是真的这样有弹弓的口感。其实我觉得它的味道就跟差不多有云吞面的味道，嗯，可是它的另一方面比较粗嘛，所以你咬的时候会比较有那个嚼劲。我感觉来到这个地方是啊，尤其是来到这个屋子里面，我觉得很有那种港风的 feel， 然后就好像大家都好像不分你我的，就是很热情，然后什么都可以聊，对，然后老板娘也非常非常的热情，嗯，这个是三达哥人的特色来的，对，其实我们就是很比较热情，然后比较好客，就很容易搭，你就问他怎样，你吃什么，好吃吗？哦，好吃 ，OK， 我也叫这样。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地理环境，他们的人文、他们的文化，都可以从食物方面看得出，去慢慢的去了解它。所以呢，Lin就带了我们走过食物或美食的一条路，去认识三达哥。Hi, Lisan Bakti. Hi, I'm Rick Man. Nice to meet you. Selamat datang. Di sini ada 8 orang hutan lah. Oh, 这个很大只，两只在一起，他们在学着攀爬。然后那一只呢，就躲在那个树叶那边，不要晒太阳。不要晒太阳。Orang hutan kita panggil dia orang, sikit sudah dengan manusia, cuma dia tidak boleh fikir. Semua dia ada dengan sama dengan manusia, cuma otak saja. Tapi dia boleh rasa. Kalau macam ada bahaya kan situ dia boleh.Tahu. Tahu. How do you become a volunteer here? Do you have to have macam kena qualification dia? Kau orang biasa pun boleh. Kau yang orang kerja menyangkul parit pun boleh. Boleh datang jadi volunteer di sini ya. Jadi semua ini engineer. Okay.Had tempoh tertentu kali ini. Ya, dia 2 bulan. 2 bulan. Minimum 2 bulan. 8 minggu.Orang hutan sini semua dari luar, jadi semua yang memang tiada ibu, maksudnya dia tiada knowledge tentang kemahiran untuk memanjat lah. Kalau latihan hari tiap-tiap 1 jam, pagi 1 jam, petang 1 jam, sampai 5 tahun. Dari 1 tahun hingga 5 tahun kami latih sini. Lepas tu kami akan lepas di outdoor. Kalau dia liar ke ataupun masih tinggal duduk sana, terserah dia.Macam contohnya si Wilma tu yang besar ni. Wilma. Orang simpan terlalu lama. Orang simpan. Ya, orang dia buat. Dia buat pet. Iya, dia buat jagaan macam budak-budak lah. Masalah dia tidak diketahui. Okay. Selepas dia sudah jadi besar baru kami tahu. Kalau ada masalah mental susah. Dia tekanan. Dia trauma. Jadi disebabkan tekanan tu dia tidak masuk hutan.Sebab itulah kalau mau masuk dalam, kami tidak benarkan bawa beg lah. Okay. Apapun dalam. Sebab dia dalam fikiran dia dalam beg kau tu ada makanan. Kau tidak akan bagi habis kau. Dia bukan saja dia rapas, dia hantam kau, dia gigit kau. 我觉得最 valuable 的一件事情，我发现到我们人很自私。我们要发展，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牺牲了他们的家属。我们砍完了他们的树 ，we destroyed their home, we destroyed their playground. Because of this,
a lot of the orangutans are left as orphans. 除了 orangutan 之外，还有很多开始接近灭种的这些动物，因为我们 destroy their homeland. I hope there should be a solution. Welcome to Borneo Natural Sukhoi Village Resort. Yeah. So my name is Alex, so just going up there. For okay, the sure. Reading. Please. Nice. 哇，好像去度假一样。当然我们在度假啦。Wow, I like this room.Oh, nice! Nice! 房间这样大耶！在这么大的一条河旁，有一个这么棒的 resort， 走进去的感觉完全就好像你是住在森林里面的感觉，非常的贴近大自然。真的是很期待，等一下要去那个什么 River Cruise 啊！ Yeah. 车子几点啊？五点，现在还有大概25分钟左右，要准备了。First the simpan life jacket dulu, yeah. Mesti pasang. Oh, mesti pasang ini. Yeah, mesti pasang tu. So, 我们现在去找动物啦。好啊。希望我们的运气 OK 啦。出发喽！Di sini dia punya sungai. Ini ada satu penyaga dari China. Dulu dia punya apa ini? Penyagaan dia naik kapal. Dia singgah satu-satu tempat.Kampung, dia jual itu beras, gula, so kita beli dengan dorang. Wow. Owner, dia punya tangan terjatuh di bot. Jadi okay. Ini orang putih datang sini, katalah itu orang British first kan, after the war 90 putih itu. Lepas tu dia bilang apa nama tempat ni, katalah orang kampung di sini tidak tahu. Ini just cerita macam cerita dongeng lah banyak. Yeah. And then they put the Cina batangan. Kalau dia ikut Cina patah. Cina patah tangan. Yes. Cina patah tangan. Yeah, oh. Ini dia punya story. Apa nama ini tempat? Cina batangan. Oh, ini tempat Cina batangan. Yeah, oh. Macam China lah. Cina batangan. Yeah, Cina batangan. Wow, 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走着那个 River Cruise， 在船上，我整个人感觉到好像变成一个小孩子这样子，整个人非常非常的兴奋。你看那边，我看这边，你看那东西，你跟我讲。Crab bills, wow, wow, look, 好漂亮哦。它是这样子的，这个 Oriental Pied Hornbill， 它是白色的。它那个下面的羽毛是白色的，然后它的那个是白色的。Orang utan nest ada sarang yang hitam hitam tu. Yang atas tu. Oh itu nest orang utan. Sarang orang utan. 那边有 orang utan， 那个大树那边有 orang utan。我看不到哎。这条河不是还有一些传说关于鳄鱼的吗？有，对他们来说，鳄鱼是他们的奶奶模样。这一条河是有鳄鱼的，它是叫 saltwater crocodile 啦。它们是属于体质比较大、比较长的，可以去到12尺啊、13尺啊。如果真的给我看到鳄鱼的话，我会怎么样？我也很期待看到鳄鱼。我跟你讲啊，我看到水上有东西比较好。我总是看到水上有木头浮着，我都要死。Proboscis monkey, tu nak? Ya, ya. Dipanggil monyet Belanda. Itu yang dia punya jantan. Hidung dia besar. Ya, yang besar. Dia cang pihau sama. Hidung yang besar, dia punya jantan. Oh, hidung kecil betina. Betina, ya. Kita lihat di sana, di pohon itu, kita ada 7只、8只、9只。有9只这么多啊？有，因为他们是2、3只站在一起，两三只站在一起的。是小孩子。对，有大有小的，就是全部会几只啊站在一起。我说 ，satu family satu pokok 啦。哇。你看它跟刚才那全只很不同，对不对？
它的颜色、它的毛很鲜艳，它的体质很鬼使大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bachelor group， 这个 family group 是他在这个地方找吃食，这班 bachelor 是他就在一个距离，他在那边等待机会。如果那个女的啊、有那个性欲，他们也有，他们也会偷情的。然后长臂猴的毛是它有一层那个蜡，不会太过吸水，它是水，它会游泳的，它是水性，它 prefer spend most of the time 在上面，因为它要吃的是嫩叶。Ini bukan panggil, ini bukan panggil monyet Belanda ni, ini panggil T-Rex ni。我觉得在沙巴最长的河那边，坐船，然后就是跟着船的速度去观看，河岸两旁不同的动物，这个感觉就好像我们来到他们这种大自然的地方，我们去拜访那些动物。其实我在走着那条河的时候，流着那个河的时候呢，我其实也非常的怎么讲安慰，因为这些动物是要在他们最自然的生态当中生存。而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轻松的可以在这个河旁看到他们，就说 Kinama 当地的那个自然生态，他们的森林还是保留着的非常好，非常的完美。So today kan kita river cruise this afternoon kan, so happy. Oh, beautiful. Okay. 我们回到 resort 的时候呢，发现到突然的晚上。在 resort 是有举办小小的一个晚会，这样大家就跟 resort 的那些工作人员一起弹吉他、唱歌、跳舞。晚上那个舞蹈。虽然说我跳到有一点点的过分，但是真的是打从心里面的那一种快乐和喜悦，就是大家围在一起跳舞那种感觉是很难忘的，而且就跟当地人一起跳啊，还有跟一些游客们一起跳啊，就我觉得这机会很难得，所以那个晚上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尽兴。